完成三上拍，好，下面我们来做一下节拍 7 8 1 and 2 and 3 and 4 5 5 6 and 7 and 8 2 and 2 and 3 and 4 and 5 5 6 7 and 8 4 and 2 3 and 4 5 5 6 7 and 8 然后完成三上拍。这个舞呢，在第三面墙的时候只跳16拍，第三面墙开始6点钟。好，下面我们来做一下 1 and 2 and 3 and 4 5 5 6 and 7 and 8 2 and 2 and 3 and 4 and 5 5 6 7 and 8。 为了从头开始第四面墙，我们需要做一个 1/8的左转，然后 1 and 2 and 那这个舞的结尾的话，最后一个八拍后摇回以后要向右转1/2，但是为了面对12点，我们只要向右转1/4就可以了。好，谢谢大家，希望大家喜欢，拜拜。